在公司跟老板搭到同一台电梯，在几秒内要决定要不要跟他说话。如果不说话，可能会留下坏印象，但要是说错话，这部电梯就直达地狱。我不能再犹豫不决，要找个方法做决定。啊！说话，不说话，说话，不说话，说话，不说话，说话，不说话。老板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和老板搭到同一台电梯，该怎么办？职场应对问题，快上统一阳光超级给力学习网。嗯，现在少年人真无礼貌，机密也袂用洗黑咯。原来是头家，拢怪我一直咧耍手机啊！电梯内底，就剩我甲伊啊！我袂当让伊发现我伫后壁。嗯，电梯内底有人。哎呦，哪有这个查某？莫看到我，我一点仔都无想要甲伊讲话。敢讲办公室迄个传说是真实的？哎，伊哪像咧惊啥货？敢讲伊叫是我是？对，安尼我就是。好凉啊！千万袂使让伊知我看袂到伊，看袂到你，我看袂到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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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袂到你。头家，歹势啦！和老板搭到同一台电梯，该怎么办？职场应对问题，快上统一阳光超级给力学习网。是老板，他看见我了，机会来了。接下来的十秒，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积极上进的年轻人。对，请教他，老板喜欢虚心请教的年轻人。老板，你觉得昨天的案子，我可以用什么角度切入呢？问我。Round one。你觉得呢？你有想法吗？你想问什么角度？没想法吗？还没想，就只会问我。哥，谁让你来的？该不是我弹进来的吧？不行，万一他觉得我能力有问题，就黑了。冷静，冷静，快拿出我的优点，我的长处，我会什么？Round two。你鼻子过敏吗？和老板搭到同一台电梯，该怎么办？先不用急，等我电话没有响了，过啦。职场应对问题，快上统一阳光超级给力学习网。